有请这一队，有请。王先生，25岁，来自辽宁个体，有请王先生，有请。王女士，24岁，来自辽宁运营，来，有请王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两位今天为何而来啊？因为处了5、6年了跟他，然后之后他就是成天磨叽我，最近这一年，然后有点快受不了了，对我什么都是双重标准，就是我不能干的事啊，他都能干，啥意思？举个例子。就比如说，玩游戏的事儿，就我不能玩，他就可以玩，不行就不行呗。那我肯定，我要为我自己争取一下我自己的权利嘛。那你来在生活里争取，跑我们这儿争取啥呀？是不是现在不是演生闹着吗？以后为了结婚什么的，我现在就是他现在这种状态啊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，姑娘？计划是明年。今天听这意思，他是来抱怨你的是吗？我也来抱怨他。啊，互吐槽是吗？对。今天吐槽是为了分手啊，还是为了以后在你们的婚礼上放小片的时候，把我们这内容放出来？你得给我一个调子，你定好了我就知道怎么问了。我还没想好呢。啊，没想好呢。那我按哪个方式走啊？是按婚礼那方式走，还是按分手那方式走？我想看他是什么个状态。如果他还是像现在这样不改正的话，可能都走不到最后那一步了。哦，行，你希望他改什么呢？他这个人就刚才说打游戏，他特别爱打游戏，就是那种到痴迷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他现在有开一个店，他天天晚上打到凌晨下半夜。正常你说哪个开店的不是早上最起码8、9点就得开了吧？我给他打电话上午从来不接。不是，那得看他开的是什么店。外卖店。就是。那是因为他总是来找我玩嘛，天晚上找我来玩，要出去上网，然后又要吃夜宵，然后结果晚上回去晚了，第二天呢怎么起来还？那我找你一个月就能找你1、2次、2、3次，那剩下的20多天，你天天晚上在那玩。我没有一直玩，好吧？我干活的时候你看到了吗？我没看到啊，我只看到了你在那玩。是，只认为我在玩，我工作的时候看不到。对。说你们还有视频资料是吧？我们看看资料好不好？来来来。这啥？这个是当时有一次，那个他打游戏。跟我朋友，然后来我家，中午了该吃饭了，我给他俩做饭，然后我喊他，他就不出来，就在那打。我朋友就是把手机放下，就来那个餐厅等我们俩了嘛。然后他就在那儿这么玩，我怎么喊他他都不出来。然后最后他还动手推了我。我没看清楚这视频表达的是这个。啊，不是，然后就这个事情的原因嘛。啊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生气，他就没哄我。然后最后我朋友给他剪了这个头发，然后剪完了之后就好了。当时我说了，我说这个朋友跟我们挺好的，我说你先吃呗，就吃饭这种事就先吃，我跟朋友都挺好，就先吃就完了呗。为什么刚一块儿吃啊？没有，我正好也在玩游戏呢。我说玩完我就过去吃了，你说非得过来就抢我手机，就不让玩了。那我玩的团战游戏啊，那我不能扔下游戏不管我队友了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20多岁的孩子谈恋爱，游戏老成了第三者啊。老被游戏打得不可开交。年轻人肯定爱玩游戏嘛，再说我玩手机游戏嘛。啊，咋了呢？手机游戏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啥？一天的时间都玩了，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游戏？说，四个小时啊，也就。几个小时？6个。几个小时？12个。几个小时？12。对呀，您还睡觉吗？您还做买卖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天天这样啊。现在我听明白了。所谓的双重标准是女生不希望他长时间打游戏，是这意思吧？他只看到我玩游戏的时候，那我认真工作努力的时候，他也没看到。是一天是24个小时，您睡8个小时，打12个小时游戏，认真工作啥时候我也不知道。游戏没有人反对打，但是你不能把生活变成了游戏。咱们不是说要绝对的不做一件事情，太极端。您注意一个时间的调配。听说你们俩还打架是吧？嗯。谁打谁？都打。因为我互殴啊。对啊，为啥事儿？也是算是因为游戏吧，他不让我玩，那我不玩，他就可以玩，干直播这一类的，跟别人直播，跟别的小男生聊天，还加人微信。我没加呀。你不有那个举动没有？然后他就要跟我分手，我去哄他，哄他还不行，他就又在那打游戏，然后我不让他玩，就随手就打我脑袋一个包。我可没随手打，你过来抢我键盘跟鼠标好吧？你那我这鼠标键盘，那我当时我那天我说你先别找我，咱俩都冷静冷静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冷静，不是分手了吗？就让我玩不好，
啊，你可倒好，回手给我脖子挠三条血，现在还有疤呢，真的。昨天你要看一下吗？看他干啥呀？然后就是证据嘛，就是他不是你留这证据是为了啥？他是说我跟他动手吗？我根本没有跟他动手啊。你这证据只能证明他跟你动了手，无法证明你没跟他动手，对吧？这逻辑是对的吧？对，他打我的包就消了，我这没法留证据，我不总不能天天就捶他，就一直留这个包吧？哎，你们俩天天就为这点破事儿吵来吵去的，生活里面有没有大事儿？说两件大事儿。没有特别大的事，都是小事，就因为这些琐碎的小事，我就觉得已经忍受不了了。你们俩在生活里谁强势？我强势。你承认哈？对，我承认。你是弱者是吗？算是，因为我不想跟他计较了，但是他确实太磨叽我了，说我这不能干那不能干，完了你干什么都行。没听明白你啥不能干吗？不就是不让你打游戏吗？还有啥？然后再就是比如说迟到的事儿，我们俩以前一起约出去拍照，然后最后就因为我迟到十多分钟，对我一天没有好脸，就他能迟到。你是男生啊？我是男生，那我男女平等吗？那平等呢？他平等得了吗？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平等吗？你自己说，摸着良心说，平等吗？所以我来找平等来了吗？你找不到平等，这哪有平等是吧，姑娘？对。干嘛这么对他呀？不喜欢？没有不喜欢呀，我都是为了他好啊。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得上这个男生吗？看得上啊。看得上啊？你嫌弃他吗？那不得分事儿。比如说呢？就比如说他打游戏这种事儿，我真的特别生气。哎呀，除了游戏，你们俩的生活里也没什么了。你觉得这个男生有上进心吗？是一个嫁了之后可以依靠的男人吗？不是。怎么不是啊？我是为了以后我是不是开个店呢？那你开店不还是打游戏吗？我打游戏，那我耽误工作了吗？那你那工作量太少了。那我刚起步吗？刚起步。那你不应该想一想怎么去看，怎么去发展吗？啊，反正就是我就是看出来了，就是说我啥不行都是。我干啥我努力都看不着。不是，看到我玩游戏了。不是，你还努力了什么呀？我努力，我说那我天天早上我开这个店，我天天早上起早上菜。几点起床？有时候早上6点我就去上菜啊。有时候你也说了有时候。几点下班？24小时。我不关店，打游戏啊。那没活我不在打游戏吗？为啥没活？就没人点呗。哎呀，是啊，是菜做的不好，还是口味不好，还是营销不好？也不是，因为你这刚做嘛，就慢慢才能让人认知起来嘛。你不是什么行业不都是吗？你刚上来就一下就成功啊？你还挺会说，是事实吗？那得持续努力啊。我也没不努力啊。你咋努力的？你说来听听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天，我来单我就做，是有时候玩游戏，偶尔玩吗？每天就两单，对吧？没那么长的呀，几单？至少10单20单呢。一天10单20单。对啊，在我们那边可以了。这不慢慢来吗？那你让我天天100200的，我这也做不来。谁让你天天100200的呀？你就这态度，他当然觉得你不够上进了。行吧，你们俩分了得了。打游戏还有啥？啊，迟到的事儿。不是你个大男生，你等会儿女生有啥了不起？我就说这个事儿嘛。所以，是不是在这个情感里面，你觉得自己现在一直受压呀？是你想翻身把歌唱啊？你说实话，别跟我就平等一点嘛。咋平等？就是提出来，不要说我不能，你能做的事我不能做。哎呀，你们俩谈了5、6年了是吧？嗯。这么长时间咋不结婚呢？因为没到那个时机啊。我经济条件也确实有点差嘛。啊，有人提过结婚的事儿吗？就是我们两个想过，就是也说过，但是还没和家里去确定。哦，所以你们俩今天来这儿是干嘛来了？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去跟家里确定。又变了，刚才说我们明年年底结婚。对，就是我们不知道要不要结婚，现在又变成要不要跟家里确定了。我们两个是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你们让我们太难做了。就是反正他现在这种态，我就怕他结婚以后，什么我也说不过他呀。我是因为压迫我，是我怎么能好吗？这生活，对不？你是不想结婚了？我没说不想结婚，我希望他就是。我说实话，没不想，想不想结婚？想结婚的条件多高？也给我一平等一样的待遇啊！给不了，结不结？给不了，结啊！你们俩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上有什么规划吗？我希望现在就是开个店嘛，又挣点钱，让在经济上面上不要。有太大压力吗？
所以我开个店努力挣点钱吧，我以后结婚。但是他这个人比较大手大脚的花钱，隔三差五就要给自己买件衣服啊，就是，那你说这要以后结婚了，这怎么过呀日子？那我自己挣的钱我花了有问题吗？那你现在这种状态不就是吗？你现在如果说这种状态，那以后你不还是这样吗？你们俩是不该结婚，什么事儿都没考虑好吗？谁管账？现在是我管，婚后呢？我也想管。就你要想管，我们俩就是喝西北风嘛，天天吃衣服。那他到底他管账这件事儿，你心里面要不要平整呢？当然想啊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是有一年假期的时候一起出去打工，上学假期的时候，然后认识的。那时候还没在一起，只是互相加了。怎么在一起的？完后来就聊天嘛，一起。你喜欢这姑娘什么？当时喜欢她美啊，年轻啊。现在看来不美不年轻了啊。你用了个当时美，但是脾气越来越不好了。就是以前好歹我们有什么事儿还能商量一下，现在她对我什么事都不用商量了，就我说啥都是错的，她怎么都是对的。那本来就是你自己做的有问题啊！你就说迟到，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晚上就是因为她打游戏，我都快到，我就是找她去嘛，我都快到了，我给她打电话，我说你过来接我。然后他说行，我到站了之后等了他十多分钟，大晚上的，晚上十点了，车站就我一个女孩子，我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等你，你觉得你这么说对吗？啊，那当时我是不是去接你了就？那你不还是晚了吗？哎，你想过什么时候娶她吗？你规划过未来吗？你们不是都谈了五六年了吗？规划过，规划过就是那个店对吗？那还想怎样？你问我还想怎样？结什么婚啊？要不要嫁？我就想让他改掉这些毛病，然后让我能看到一个未来。就说你现在觉得跟这小伙子在一起没未来呗？对。没有未来的原因是什么呀？不上进啊。我觉得我挺上进的。这还聊啥？得了，交给你们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真正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？是建。
这个男女平等挂在嘴上，但是真正的在一个两性关系包括家庭生活中的男女平等，那真是男人是男人的样，女人是女的样，他就平等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今天你们二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男生没有一个男人的样，而且你对于自己的好逸恶劳总有借口。哎呀，我们小城市啊，接个十几单就可以了，我这边打游戏边把生意做了，那还能做好生意吗？一天十几个小时打游戏，来了单接一接，不去做推销的，不去研究怎么能让自己的销售更好吗？所以你时时刻刻在给自己的不上进找借口。我已经挺好的啦，你看我还开了个店，你看我什么都没误，我还有时候早上6点钟去进菜呢，完全没有一个将来要成为一个家庭中顶梁柱男人的这个样子，责任担当，不遗余力的努力，抱歉，在你身上都没看到。所以你没啥资格说平等，你还没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呢，你要求别人给你平等和尊重吗？女人也一样，其实你是没有方法的，对吧？你看你对于你们共同财务的管理没有任何计划的，想花就花了，她也有抱怨啊，你的我们的这个共同财务就是你买了很多漂亮衣裳，我们共同东西就是你有脾气随便发。女人要在一个两性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中有女人的样，才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彼此平等和尊重。其实你别看好像你说我强势，哎，未见得，在你们关系当中我看你说什么他都不听，你是外强中干。真正的女人是说我不说，我的温柔，我的努力，我的贤惠，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做到了，这个男人自然会进步的，光说没用的，自己做好才是关键。比如说男生，你要想去成为一个有担当男人，要别人尊重你，要平等，好，我今天是不是就要卖到20个菜，我明天是不是把我菜都起一个很好的名字，我后天就要求我的粉丝增加了100个，每天都要去有一个规划，实现一个每天的小目标，你就有意义了，而不是想着哎呀我这5年以后我就大老板了，那你肯定坐那儿不动，是吧？女生也一样，你不要每天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能打19个小时游戏，把每一天对生活的理解落到实处，可能你们的生活真的能有点意义。如果5、6年了不想分开，真的好好调整一下方式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我就想问一下男生，你还臊吧？还行吧。我觉得你不害臊。你说咱比点什么不好，非要比那差的？咱就不能比点谁更努力谁更上进，就非要比谁玩游戏能玩得更多一些？咱就不能比点好的吗？咱就不能跟那些每天送不说100份外卖几十份外卖的人跟他们去比不好吗？我刚才说这个话虽然是笑着说的，但你今年20多了，咱们还有点臊，咱们要点脸面行不行？男人和女人平等涵盖两个意义，第一是作为人你们的人格都是平等，但是作为男和女